マサさんがやっと大好きな髪型になりますよ。まあ女優さんらしく何、はい、なんて、をたまにってこと、たまに配信すればいい。メイリン参加。大家有吓到吗？大家有吓到宣布毕业吗？没有想到这么快吗？还是有想到？其实有想到吗？头发好好看，谢谢，谢谢你们。没想到，没有。没想到 IG 可以吧，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反馈公司，没有，应该是我可以拿走，毕业之后好像可以拿走 IG，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です。メイリンさんのイノセンスのソロパートなんか色気感じた。え？你有来看吗？你有来看吗？有吗？谢谢ハルさんのギフト。刘海真的好好看，喜欢吗？你不是都讲过了？讲过了什么？老师说是没吓到，为什么没有吓到？没有吓到，要长发纹哦。好。我知道浪是不行的，我可能之后不会用浪直播了， IG 直播就好了。当时在和家人吃饭，收到消息直接吓到，吓到吗？但大家也没有，就是，但大家有猜到我们就是今年要毕业对吧？大家想问的东西都可以问我，虽然还没毕业，所以有些事情可能不能回答，但是什么都可以跟我说。然后我还就是上了选拔之后，是不是还没开直播？大家就是很多，最近很多事情都有，然后我都没有开直播，所以完全没有跟大家聊天的感觉，抱歉。对，我契丹上了选拔，但是我要毕业了。哎、欸，有吗？契丹之后我有讲，我有开吗？我忘记，好像有哎、欸，好像有一次。有吗？我忘记了，有没有开？好像有，哎、欸，好像有、欸，哎，之后没直播吗？哎、欸，我不知道，我忘了，忘记了。听到消息，我哭得好惨，为什么？不要哭，不要哭，还有一段时间，对，还有一段时间。啊，还有一段时间，不要难过，但也知道这是对你好的，心情就也比较平稳了，是不是不好的，对，所以很难看到极致美玲公演，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不到六次吗？我不知道，可能四到六次左右吧。看看吧，大概你们知道我们的合约是什么时候吧。谢谢江敏的高白气球，耶、yeah! ！我这一次没有哭，为什么没有哭？我以为你会哭哎、欸，为什么没有？还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下个月公司还可以先不用去，不知道啊，可能下个月是最后，有可能，我不知道，不知道哦，就是剩下的时间大家要把握，不然见不到我了，可以吗？美玲
的身体还是要顾好，前阵子感冒好了吗？已经好了，已经很好了。就是大家都怪我，是 P 组超多人就是开始感冒，然后大家都怪我，但不是我的问题，他们不一样的病毒。谢谢。初参戦でまさかの卒業発表、頭もぐちゃぐちゃでした。え、そういう、え、ニオラよ、え、わざわざ来てくれたんですか、公演に。知ら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そうなの、来てくれてたんだ。それでちょっと卒業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よ。知らなかったんだけど。大家喜欢哪一首歌、最喜欢哪一首歌的、就是公演里面最喜欢哪一首。長いオルファンだってこと、そう、長いでしょ。男の人が好きなピアスは揺れてるピアスじゃないんですか。俺悲しい。え、是不是勇哥的推都要毕业了？如果没有要加面面的话，是不是都要毕业了？哎，没有哎，小弟还没有。可以选哭最重严重的吗？那肯定是忠实在摇鱼。我想说，可能就是先宣布毕业之后放那一首歌的话会想哭，但是我们先表演，所以还好，对，还好没有。就是真的很突然吧，我也觉得很突然。就是虽然我们决定的是一直都在想，就是可能这几个月都在想要不要续约这件事情，然后确定再决定嘛，对，然后决定之后他们马上跟我们说，就是不是耶，就是公演的前几天才跟我们说，就是这个月的公演要宣布，然后听到啊，这么快，这么快吗？这样就有点吓到，我也没有准备好的感觉。早すぎだよね、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た。最近決めたことだから、そんなに早く公表するんだと思って。早かったですね。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イエイ、谢谢。卒業の衝撃で飛んでたけど、ツインテール萌え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え、どうですか？この2日間の髪型可愛かったでしょう？ちょっと初めてツインテールとかみんなの前でしたんですけど、超恥ずかしかった。ちょっとみんなからなんかちょっと言われるかなとか思いながら恥ずかしかったけど、やってみたくてツインテールしたんですね。最近は新しい夢ができました。将来の夢、女優さん以外にやりたいことができて、ちょっとそれに向かって、日本に帰ったらそれに向かって頑張ろうと思います。まだ何をしたいかは言わないけど、ちょっと新しいことに挑戦してみたい、してみたいことが最近できたんですよ。就是我最近也有一个新的梦想，虽然还不会跟你们说是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回去日本之后，我不知道，我在想这个梦想要不要在台湾做还是日本做，我还没决定。但是虽然那个梦想是没有办法马上没办法实现的东西，所以可能要慢慢，对，慢慢。谢谢哈瀬さんのシャンパ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卒業までにやりたいこと何がありますか？え、卒業までにやりたいこと？いや、本当に誕生日の時にあのジェウンちゃんの
あのなんだっけ電車のさあのさ写真や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ね。因为我想要毕业之前想要看到我的电车。因为就是真的是要回去日本了，所以是我可能最后在台湾的生日，可不可以看到灯箱？是吗？是灯箱吗？就是捷运站的那个。对，这是我的一个梦想。そう、広告熱お願いしたいです。ね、これは本当に。ちょっと、はい、是灯箱。对，是灯箱。因为去年没有，所以就是想要看到最后台湾的生活能不能看到我灯箱。哎，其实昨天公司帮我拍的照片很好看，对吧？对吧？可以用那一张，可以用那张，对。嗨，这是我的一个。在台湾的梦想，或是毕业的时候也可以啊。能不能看到？会不会未来日本也有你的电车？想要，我想要，我想要ですね。でも最近モデルさんの仕事もしてみたいですね。モデルさんの仕事したいです。すごく。今日パッツンしていつもの雰囲気と違うでしょ？かわいいですか？8月にさAV 女優の方々が台湾に来られるんですね。行きたいんですよ、めちゃくちゃ。我想要买票那个成人站8月的成人站好想去6月1号好像要开票我想去台湾可哦，大家可以的话帮我实现这个梦想，谢谢，谢谢许阿贝的礼物。会不会未来日本也有你的灯箱啊？我念过了，念一样的。你想看谁？我想看那个新阿丽娜，就是她会来吗？好像没有哎，她要来吗？好像没有。我想看那个谁啊？レム、鈴森レムさん、鈴森レムさん、跟还有什么梁生、鈴森レムさんと山山由雅最想看的、对、还有一些、但是最想看这两位。一起去啊！你们要去吗？俺は AV 見たい。じゃあ一人で見てきてください。バイバイ。見てきてね。いやめちゃくちゃ三上優愛さんとかめっちゃ好きなんですよ。その方々が台湾に来られるので来たくて、ずっとコロナでねなくて、毎年あるんですよ。毎年三上優愛さんとか飛鳥きららさんとかが台湾に来るイベントがあって、それにずっと行きたくて、でもその時私台湾に来た当時17歳だから行けなかったんですよ。18歳からだから行けなくて、うわもう最悪と思って、で来年18歳になったら絶対に行こう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さかのコロナでずっとなくて、今年やっとやるみたいだから、帰る前に行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我本来要偷偷去遇到你怎么办？是吗？真的吗？那可能会遇到我哦。嗨，菜有嗨，有菜有，对对对，心有菜。哎，真的吗？他会来吗？那很开心耶，我很喜欢他。没有灯箱了，有够贵啊！小硕加油，跟很多粉丝一起加油。之后你就常讲日文了，希望中文不要忘。我有可能会忘记，我很怕就是会忘记中文，对。所以常常开 IG 直播跟你们聊天，就可能不会忘记了。所以希望不要忘记，对。因为我日常的时候也不太会用中文，对。虽然我最近都会见到的成员，就是只会见到高音爵或阿里，对。然后云爵的话会用中文，但其他人就是我通常会用日本的朋友，
会跟日本的朋友见面，所以每天都用日文聊天，所以呢，这个最近也有点忘记讲中文，中文越来越退步，可能回去日本之后就会退步了。オレンジ君こう言って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よって。そう、ハルさんが意外とすぐ知ってて、なんでみんなそんな卒業することを知るの早いのっ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セクシー女優さん来て台湾来てどんなイベント、いや、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よね。何するかわかんない。エロいイベントじゃないですよ。ちゃんとした、なんか、ちゃんとしたイベント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成人展ってやつかな。なんか普通に、トークショーと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っち系だと思います。そのなんかめちゃくちゃそういうさ、なんかファン団体感謝祭とかそっち系だったらいけないですけど、私はそっち系だったらいけないけど、そう、多分普通にトークショーとかだと思うからいけます。うちのダンスの先生もね、前回出てたんですよ。それにすごいですよね。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かか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かトークショーとかか、そっち系だと思います。日本で会えばいいじゃない、帰る後で。まあ、確かに日本の方が会える機会多そうだな。確かにそれは確かにそうだ。先讲一下你哪一天要去。还不知道耶，我还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还没开票吧，而且不知道那个票多少钱，很贵的话我也不能去。一定会忘记中文的吧，语言不常用会慢慢忘记。对，你感觉会忘记。sexy 这个好认真起来。意外だ、男の人で知らない人っているんですね。セクシー女優さんは台湾でも人気だそうで。そうなんですよ、人気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大きなアダルト展示会はあまりおすすめできないですけど。そうなの、よくないの、なんかちょっと危ないですか。友達と行こうかな、一人で行くの怖いから。セクシー女優さんになったら、ああいつも見てます言ってくださいね。フラミン、不然你每周都要跟台湾的朋友视讯聊天，才能维持中文了。我要跟云爵聊天，谢谢坚果，大红玫瑰。记得回去也要练中文，好，不然我的五年的辛苦都浪费。嗨，みんな福岡移住，福岡移住してね。待ってるよ、福岡来てね、大家要来福冈哦。但我之后可能会去东京吧，应该吧。髪の毛めっちゃ伸びたな、なんかすごい伸びた、なんか今日別人みたいだね。誰これ。タトゥーのダンスの先生、そう、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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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トゥーのダンスの先生はウケる。門票应该不会太贵。真的吗？那可能可以去哦。不然找爵哥聊天。谢谢江敏的姻缘棒。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商美玲。请大家追踪我的 IG 跟主播，快要1.2万了。对，所以呢，大家还有10个人，差不多10个人追踪我，我就1.2万了。所以大家追踪我的 IG。ところで公園のミルの写真漏れてたね。あれめっちゃ漏れてましたよね。珍しく漏れてるなって思いながら。漏れてた。嬉しい。
今天身体很痒，为什么？かゆい、かゆいです。なんかね、体が今日全身かゆいんだよね。なんでだろう。かゆいです。没洗澡睡很痒吗？没有，我有洗澡，我昨天有洗澡，但是睡觉的时候就是全身都很痒，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这里红红，对吧？很痒。6月の公演が最後だなんて言わないでね。いつが最後なんだろう。私もわかんない。いつかな。6月が最後かな。わかんないです。かゆい。かゆいよ。そういえば卒業おめでとう。桜井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だですけどね、卒業発表しただけだからまだ卒業してないんだけ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すぐで、あと数ヶ月かな、数ヶ月で卒業します。それによって見るモチベが違う。いつが最後なんだろうね。わかんないんだよね。私もわかんない。まだあると思うけど。不知道以后要去哪遇到你。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去哪。福冈，福冈，来福冈。美玲，这一次比较意外谁毕业？谁要毕业？比较意外的人。誰が意外かな？意外的人。雨清吗？平衡吧，平衡跟是不是大家都很意外？平衡跟雨晴啊，对吧？是吧？其他人我不知道，这两个是很意外。那大家觉得很意外吗？意外吗？我，意外吗？还是完全没有意外？哦。谢谢依林的红玫瑰啊。是吗？你是不是你抢包抢包不是红包抢了之后送的你好啊，确实平衡有点意外，其实躲躲稍稍有，但听到当下还是我意外是雨晴、韩寒、瑞婷。哦，对，韩寒、瑞婷也其实蛮意外的，对吧？因为他们刚升格，然后马上毕业了。我跟其他还好吧，其他没有意外吧，我也没不意外吧。新曲も選抜入って卒業宣言なんてかっこよすぎじゃね？かっこいいかな？そうかな？そんなことないと思います。まあこういろいろ卒業を決めた理由とかは、そうだな、卒業を決めた理由とかはいろいろあるんですけど、卒業終わったらね、終わったら、卒業したら話します。卒業したら話そう。悪いことじゃないけど、全然悪いこと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ちゃんと全部思ってることは話せてないので、卒業した日に話せたらいいな。有点小意外，因为最近你 IG 很努力。想说，想说没这么快。小弟也有跟我说，小弟跟我说，你要毕业，我吓到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你最近 IG 很。就是常常发文啊，所以就是他说他以为我不会毕业。我想说这有关系吗？ IG 有关系吗？我想要毕业之前就是粉丝
想要多一点，就是增加粉丝追踪人数变多一点再回家。对，因为那个 IG 我可以拿回家，所以想要就是增加粉丝，可以这么老实说吗？啊，我懂了，九州是指全部，你是九州的内的湖干。是的，对，是我是九州的福干。你要是没有要毕业比较意外，你要是没有要毕业比较意外，对吧？我也觉得如果我没有毕业的话真的很意外吧。对啊，但是我也有想过，就是因为感觉就是我再忍一下的话感觉可以升格，然后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毕业之后可能更有机会的感觉，就是可以有机会就是上选拔或者是上统考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我五年的时间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我想要最想要的梦想，就是想要当演员，完全没有碰到过也没有试过，就是这个五年什么都没有，对，而且也没有升格，我觉得太晚了，就是太晚了，就是我进了两次选拔，但就是却没有升格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件事。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么就是在乎有没有升格这件事情，我是很在乎，所以呢，我。就是要确定续约之前我没有升格，所以我就不会续约。没有升格最后几个一起升。对演员发展有什么计划吗？我想要回去日本之后想要当杂志的模特，因为日本的模特就是杂志的模特是也是可以往演员的方向发展，对，然后也很喜欢，就是我也很喜欢被拍照，也很喜欢就是穿衣服，对，所以感觉可以去甄选之类的。对，还没有想法，或是自己去报名什么，对，电视剧的还不知道。我没有很想要去，没有想要加入经纪公司，对，因为我这五年加入了经纪公司的经验来说，没有很想要再签经纪公司，或是要再考虑好就是哪一间比较好。对，你带点蛮适合的，公司当时应该早点。是，三个有薪水啊，对，所以很重要。公司想留住你要努力点啊。我努力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想要留吧，所以就是没关系。而且我想要做的事情也不是偶像，对，我一直都不是想要做偶像，对，虽然就是最后的两年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我也很喜欢表演，也很喜欢公演之类的都很喜欢，也很喜欢穿可爱的制服，但是我想做的不是偶像，对，
如果再继续签的话，感觉我追不到我的梦想，而且是下一个续约有一点久，对，这可能不难讲，但是有一点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么久续约吧。对，如果我再签下去的话，我一定没有办法当演员的感觉，所以对我放弃了。毕业前能或给个升格称号，就看音乐好不好行。哈哈哈哈哈！未来は伸びしろしかないんだよ。私もそう思います。未来每天 IG 可能都是日文了，可能看不懂文案对吹。哎，我还是努力写中文吧，我加油。我以为七七刚当退长，至少多当个一年，因为我们的合约内容也有，就是要照着我自己的生活，就是可不可以生活。可能他也有一个自己的梦想吧，所以。对，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说因为是退长所以会很一直当偶像。未来は HKT 公演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ないです。公演見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よね。かゆい、マジでめっちゃかゆい、バカかゆいんだけど。なんでバカかゆいんだけど。首上京する予定ありますか？上京したいです。上京したい。上京しないとね、何も始まらないからね。でも今はまだ自分の夢に結構迷ってる、迷う迷うしてる時なので。でも正直ね、台湾にも残りたいんですよ。我很想要留台湾。对，好难。问题是美玲之前都没在发文，因为要给公司人看，就是觉得很麻烦，我都没有发文了。就是我自己可以发文之后常常发文。自己发文就可以随时发文啊，所以可以常常发文。予想内でした。でも違う舞台で輝けるのもいいと思う。前向き的卒業発表じゃな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あ、あの頑張るから。芸能界からはまだね、あのまだいるんで、芸能界辞めるわけじゃないからさ。对，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演艺圈的工作，没有，不是，就是我不会不见，目前我不会不见了，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对，可以看到我，可能就是又可能，哎，可能是见不到我，但是可以看到我吧。哇，那可以期待美玲新港专辑了，泳装能期待。泳装可以哦，我想当那个内衣的模特，内衣的模特。翻译的，什么翻译的？私はいつもあなたを支えるつもりだ。だって好可愛哦，谢谢依林，好可爱，谢谢你。都没有看到他的留言，抱歉，我都念得太慢。那我好好练摄影，去日本拍你。好，你当摄影师。そうなんだ。先慢慢来吧，没有经纪公司会比较辛苦。我的意思是公司要努力点才留得住人啊。原来如此。对啊，对，私のストーリーに書いてたメッセージが今のすべての気持ちです。ちゃんと見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第二份月有点久了。嗯，对我来说啦，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是，对我来说是久，对，就是不能说几年，但就是对我来说很，对我来说很久，对，所以。但我可能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人觉得是还好，对，只是我觉得很久，所以我没有钱。对，现在回去当演员，年龄上比较我不知道，就是所以我要马上回去，因为我要21岁了。就是在日本现在都会找的东西都是年轻的，17岁、18岁、20岁，20岁比较晚了，所以我就要马上回去，不然就没有办法当了。女優になったら一つだけお願い、文集法を気をつけて。でも、是不是毕业之后可以谈恋爱了，对吧？所以没关系，没关系吧？我又不会做不好的事情，只会谈恋爱，不会喝酒啊，也不会抽烟呐，所以应该还好吧？幸好最难舞蹈的一大尼上了选吧。你还是要以你的梦想为主，对，因为哦，对不起，吓到，等我一下哦。すいません、取消追踪。为什么？可能两种，比较方便。依林不要这样，我都快爱上你了。筋あれ、いや違うんです。なんか今日ね、全身がめっちゃ痒くて、アレルギーかな、わかんないんだけど、なんかのアレルギーかわかんないけど、めっちゃ痒くて、足とか首とか、あと手とか全部痒い、脇とか全部痒いの。なんでだろう。好像很多成员刚开始都这样，被新歌会麻烦就少发文。对啊，因为限动什么是要，就是想要拍完之后赶快发嘛。但是之前就是公司，可能我是就是限动也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发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很麻烦。了解は弊社に入社しません。啊，絶対しないですね。絶対にしないです。絶対にしないです。他の曲聞きたい。韩寒瑞婷布丁，我以为他们会再留下来品个西仔走。公司的升格与三选拔的标准大致是，不会念怎么办？那你要快点变有名，我会加油。七单我蛮多人要道别，对呀、啊，怎么办？七单不能宣传了。日本の芸能界気をつけてね。知識しか推しの子知識しかない。大丈夫、アイドルじゃないんで、私女優なんで大丈夫です。結構自由だと思います。
まあ確かにね、こう殺されたり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でも私死ぬこと怖いと思ってないんで大丈夫です。死にたくないって思ってないというか、死ぬ時は死ぬと思ってるから、もう殺されちゃったら殺されちゃっただと思いますよだから怖くないの、そんなに。恋愛也是祝福啦，但不要碰到坏男人。不会。菅田将暉、十六岁就演加面。あ、そき、あ、そうだね。十六岁、好厉害哦，很年轻。你毕业之后只能跟我谈恋爱，你不是有女朋友吗？的确，日本一男且都越来越年轻了，对，很可怕。为我，我这么年轻，然后是变成老人。如果想吃豆花，随时可以回台湾。对，我最近每天都很想吃豆花，怎么办？我一定会想念豆花，哎，我会想念豆花，我还是自己做豆花。很想念。日本で困ったことがあれば伝えてください。今よりお役に立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ピーチジョーンのモデルさんとかしたい。めっちゃしたいです。めっちゃしたい。下着のモデルやりたい。下着モデルしたいです。之后可以请依林一起去卖内衣广告。什么东西大不行吧你留下来这一次就可以升格了。我是觉得我留下来一定会升格，但是我觉得太慢了，公司给我的机会太慢了，可能自己也就是太慢努力，对，开始努力，但是对，所以呢，就是这是我的命运。吓到了，什么吓到了？还以为什么手机的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谢谢美玲为了跟我谈恋爱毕业。没有没有要跟你们谈恋爱，抱歉。你毕业了你还要换 ID 吗？那个 IG 吗？ IG 的 ID 吗？可能会哦。我在想我要什么名字呢。かゆいだけ皮膚赤くなったとか。かゆいし、なんかめっちゃブツブツできてる。ほら見えるかな、ほら見て、こことかこんな感じでブツブツができてる。めっちゃ赤くなってるし、でしょね。あとどこだろう、ここも赤いし、首どうなってるか見えないけど、めっちゃかゆい、超かゆい。状況の予定があれば知り合いのタレントさんを紹介してあげますよ。あら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知り合いのタレントさんいるの。え、我还要还剩下十分钟，我就关直播了。十分钟，十分钟。画面が止まるのは私だけでしょうか。あれなんでだろう。听说女生前几次恋爱通常是学失败教训，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好。好棒，你好棒，很棒，谢谢。你回日本后会常来台湾见我们吗？我想要，有钱的话，可以买机票的话，可以。谢谢吉米中的香槟，好开心哦！谢谢第二瓶，谢谢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其他人也可以送我的话，送我礼物，谢谢。谢谢你的香槟，好开心。还会在台湾吗？可能今年还会在台湾，但我不知道。可能我的预想是十二月吧，十二月回去吧。对。我希望晚一点回去我希望晚一点回去，但还不知道，因为毕业之后我没有居留证了，所以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留下很久很久。对，
的太慢，陈真法法也是，对。虽然就是我觉得 AKB 日本的 AKB 也是可能有一些成员就是没有上过选拔，但是我觉得选拔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对 AKB 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其实很多 AKB 的人是没有上过选拔，但是也有外面的工作，或是就是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啊什么，就是很蛮，就是他们也有自己适合的工作，对。但是我们的公司就是上选拔的人才能有，才会有工作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上选拔之后比较有机会外面的工作，对，所以可能就是像晨晨啊、法法也没有上过选拔，也没有外面的工作，我觉得很可怜，因为晨晨拍什么连续断变嘛，例如都很厉害，他其实也可以开个一个抖音 TikTok 的账号，一定会很红。但是台湾的公司跟日本的公司的做法是不太一样，所以很可惜，我觉得。想说你跟北尊导演认识，会不会在台湾有机会？结果还是，对，我想要先回去日本了。我有想过，就是其实毕业这件事情是我有问了很多很多人，就是我要留在台湾再努力一下下，或是回马上回去日本，对，我有问大家，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就是他们都说我要留台湾这样子，对，但我自己想了之后，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心里一直都想要再回去日本当演员，然后呢很多人都跟我说先台湾有一个作品再回去拿回去，对，然后去日本，这样跟我讲，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这样子很不错，对，毕竟我也认识了什么导演，对，然后也上了选拔，之后有可能有机会，但是我发现我觉得就是在日本要红的话不能在台湾，就是我觉得台湾如果我在台湾变红，然后回去日本也可能不会红，就是日本在日本想要红的话，年轻的时候去日本重新开始比较好一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かな。まあ日本語で言うと台湾で有名になって日本に行くよりも行くよりも日本で最初からやった方が日本で有名になれる確率の方が高いかなって私の中で思ったので、それも若いうちに行かないと日本では絶対成功できないと思うし、今の年齢じゃないと日本では絶対に芸能活動はできないと思うし、もし日本で本当に無理だったら、やっぱり台湾って日本人の芸能人とか結構ウェルカムだから、やっぱり年齢がどんなに私が年を取っちゃっても多分台湾の人は受け入れてくれると思ったので、日本で挑戦してみてどうしても無理だったなって思えば台湾に戻ってくればいいと思うし、でも私的には台湾で先にこうやっていろいろやってから23歳24歳25歳ってなって日本に行くと、多分日本では私がやりたいことはやれ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たので、先にこの今20歳のうちにね、まあ、もう21歳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けど、21歳のうちに日本に帰って、21歳ギリギリだからね、21歳ギリギリのうちに日本で最初からやり直したい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台湾にはめちゃくちゃ残りたいけど、まあ、自分の夢を追いかけるならやっぱ台湾にいたらね。其实你在台湾角色也所限制了演日本人角色，对，这个也是
对，因为我觉得后来觉得用中文演戏真的觉得很难很难。我因为我之前是上戏剧科，就是戏剧的学校，戏剧的学校，然后觉得用中文演戏，我发现真的很难，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对，所以呢，想要用日文演戏。舞台表演者也看不到，日本人在台当演员，只能演日本人，所以萝莉戏演戏翻过也好。那你回日本演台湾？やりたい道があってよかったよ。いやまあずっとやりたかったんですよ。ずっと女優さんになりたくてここに来れた、来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やっぱ悔しいですね。5年間この目標が叶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はすごく悲しいなって思うけど、やっぱり昔の私はバカだからそんなに考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してこなかったから、まあしょうがない、今悔やん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というか、それは昔の私だからしょうがないんですよ。今の私だからこそ、今の私だからこそ台湾的台湾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日本的就是比较激烈。我知道是比较激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用，我想要在日本的演艺圈加油。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红的日本人回去日本也感觉不太会红，所以我想说。就是先回去日本重新開始比較好。元チーム TP の肩書きが使えますか？いや使えますでも確かに肩書きがあるので、肩書きって言ったらあれなんですけど、まあ元やっぱチーム TP で、やっぱり一応5年間芸能界で活動してきたっていうあれがあるので、経歴があるから、まあもしかしたら他の周りの21歳よりかは有利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でも私は今女優さん以外にもやり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ことがあるので、うん、それの夢の方がちょっと最近ちょ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か、ちょっと自分でも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てて、何とは言わ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ごい興味がある夢を最近持って、まだ周りの人にはあんまり言ってないんだけど、そう、それはでも今すぐじゃなくて、自分が勉強をしてやるような感じの夢なので、その女優さんの夢を追いかけながらそっちもやっていきたいかなって。そう、でもそれがある、その夢ができたから、正直なんだろうな、正直将来には困ってないというか将来怖くないというか、ちょっと私最近までその夢がなかった時はめちゃくちゃどうしよう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よ。もし本当に女優さんも無理でみたいな、芸能界でも無理でってなった時に、私はどうしようって、大学にも行ってないし OL さんとか絶対したくないって思ってるように人間だから、本当にどうしようみたいな、もう絶対成功しないとやばいっていう、なんだろう、そのストレスとか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プレッシャーとかあったけど、最近その一個の夢ができて、まあそれを叶えるのもちょっと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あこれがもし叶えられたらね、将来に困らないと思うのでまだね、私はそのことについて手をつけ始めてない、今まだ夢の状態だから、まだ目標じゃなくて夢の状態なので、こう本当に本格的に手をつけ始めたら皆さんに何の夢かはご報告したいですけど、そうまだね夢の状態だから言わないようにします。もしかしたらほら変わっ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もしかしたらやっぱやめようって思っ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から今は言わないけど、もし本気でそれをやり始めたらみんなに言います。はい、ということで今日の配信は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可以光直播吗？中国語もこんなに上達したんだから大丈夫って、みんなありがと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ということで、もう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私にはね、夢があるんですよ、いっぱい。夢があるって素敵だと思います。何言ってんだ。何しても台湾の経験は無駄にならないよ。私も台湾に来れて結構性格とかも考え方もたくさん変わったので、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ね。我海面丢礼物，快点丢！我要念排名了，快点丢！要丢吗？要吗？你要丢礼物吗？毕业我还是会，因为你日本我也会去，真的吗？谢谢你。对，就是因为我还是想要做演艺圈的工作，不管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有可能在日本回去，日本有可能再当偶像了，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我想要，我想要继续演艺圈努力，所以呢，就是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不一定你就关，没有，我还是会关，好不好？インスタ新しいの作る。インスタは今のやつを使うと思います。そう、私がね何か契約違反しなければ、今のインスタ使うので。皆さんフォロー外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ね。大家不要退追我的 IG， 因为就是如果我没有违规的话，就是我会拿回去我现在的 IG， 所以大家不要退追我，好不好？期待中能看到你在日本发展的好消息。好，我会加油。但日本好像也可以，对，好像也可以哦。まだ子供だったもんね、子供なんですよ。哈哈哈哈哈哈，那你会 ID 直播吗？是 IG 直播吗？应该会吧。我想要，我想要，我可能毕业的那一天开 IG 直播，好不好？残り期間が大事。はい、残り期間みんな応援してね、頑張ろうね。ということで、大家记得帮我买这个月的升学证，然后如果有对象的话，我会很开心，谢谢。はい、ということで、我先念排名。今天的看不到怎么办？哎呦了，今天的第十名是坚固，谢谢。第九名是阿贝，谢谢。第八名是朱莉恩，谢谢。第七名是哈里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六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五名是江明，谢谢江明。第四名是。江江，谢谢。哎，我刚刚没有看到，谢谢你。然后第三名是哈西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第二名是林 MJ， 谢谢。第一名是金米粥，谢谢你们。生日会要宣传一下吗？最后一次了啊，对。然后大家记得来六月十八号的生日会是最后了，所以大家记得来。好吗？好吗？大家要来哦，要来哦，等你们来哦，要买票哦，可以吗？卒業したらフォローします。了解です。ありがとう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みんなコメント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谢谢你们。ということで、バイバイ。え、バイバイ。下次直播见。バイバイ。またね。拜拜。在思考要穿哪件衣服。哎，好好，生日会呢，这个呢，我想说你们可以穿夏天，像夏天会穿的衣服，对，之后再讨论好不好？因为我们已经有决定好那个生日会的场景，我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跟你们说。拜拜，再见，拜拜，おやすみ。またねー。